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、哦、，L 跟 M 平行啊，那他问角一等于多少？我们看哦，角一等于这个角，这个角是角一，哦，因为它是内错角，那这个角是等于这两个角度相加了，也就是角一哈、哦，等于32加20，所以是等于52度。所以答案是52度。